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h 喽，l l o 大家好，我是奶茶。h 喽，l l o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怎么会变这个声音呢？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到底什么状况？<對>穿羽绒衣，然后喝老、啊、不是谁、啊、叫你把我家冷气开那么低？我没有开，遥控器是你的，好。那我把它开回来，原来的高温度。不要，太热了，<laughs> 不行。是你来我家，我才把温度往上往下降，好不好？<laughs> 哪有人吹二十七度的啦？有啊，我这种养生的。<laughs> 好了好了，随便你了。嗯、今天我们聊什么？<laughs> 养生不是啦，<laughs> 今天要聊一个很重要 <laughs> 但是很带赛的议题，那、啊、就是去欧洲，你一定会遇到爬,爬手，你也会带赛，你也会带赛啊！告诉你踩雷的故事，啊、一定吗？ 一定呢，我都碰过了，我第一次去就碰了。哎，我真的人生蛮后面才遇到的，一定要瞧。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我我只要跟你出去，你嘴巴都不要给我乱讲话，你每次给我乱讲话，我们那个事情都会出现。上次换护照，后来变急件，气死我了。哎呦，好啦，去欧洲呢，我通常。 你要好笑一点，我也可以讲很好笑。怎么样？你要惊悚一点，我也可以讲的很惊悚，好不好？这种就是你去很多次以后，你就会知道出去外面你该怎么着、嗯、啊。嗯，就是走过路过 <laughs> 那个都会遇到啊。也没有都会遇到、啊，夜路走多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之后呢，嗯、提醒大家一下，你应该要怎么准备会比较好。就是你的心态上啊，我们、呃。我觉得要先讲啦什么？ 台湾真的很安全。台湾真的，台湾跟日本真的都很安全，安全到你家门没关都不会有人进来的。<laughs> 我家门没关很多次了。<laughs> 对，然后你的摩托车钥匙如果插在摩托车上，<laughs> 那个警察会会写字条吗？你对，然后你的钱包掉地上都有人会帮你捡起来送回去的那一种。真的，真的然后你在你做捷运的时候，包包拉链没拉，都还会有人提醒你先生，嗯，拉链没拉。没有，还有车灯 <laughs> 大灯没关都会提醒。<laughs> 好好对我，我觉得必须说。 台湾朋友真的很幸福，我们住在很安全的地方。嗯嗯嗯，但是、嗯嗯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扒手，他。 典型不是发生在台湾，嗯、<哼>也不是亚洲，是在欧洲大陆比较多。而且大家其实很喜欢到欧洲大陆去旅行的时候呢，嗯、我们通常都会忽略这件事情，因为出去玩太开心了，啊、你可能看到很多的美景、美食、美酒之类的，然后你就整个呢、嗯、完全忘了安全这件事情。所以曾经有人呛过我啊，欧 <laughs> 洲那么不安全，你干嘛还要去欧洲？嗯哼哼哼 但是旅行很好玩呐、啊，旅行很好玩呐、啊，欧洲很美啊，呃，东西好吃啊，<laughs> 对，好、嗯、，OK，那我们这一次来分享一下我几个代赛的经验。你遇过几次扒手在欧洲？啊、呃，就一次了。OK，好，因为从此之后，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跟我就会变成那个 FBI 探员那种分子。<laughs> 后面、啊、后面再跟大家分享。好 OK，好，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他为什么会变探员。好，我大概我刚刚讲了，我其实在旅行欧洲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嗯、比较后面才遇到。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老手了。嗯，通常都是这样才会遇到。你,你心心情放松下来的时候，也不是放松。我觉得你可能觉得。 我都来那么多次了，对，那就放松了而且我去对对我要讨论这个，这不是放松，这哪是放放松？应该是说比较觉得自己有信心的，也不是放松。我觉得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准备这么多了，心态上面，嗯哼。所以第一个，好了，先讲先讲故事，先讲故事。西班牙的，我等一下跟你一起讲。好，我先讲的是巴黎的故事，这我最常讲，巴黎听到太多了。它通常会发生在地铁站。 嗯嗯嗯，嗯为什么呢？因为坐搭乌伯就不会有事。哎，比较，然后搭公车也比较不会有事，<laughs> 但是搭地铁啊，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嗯、因为他们在地铁站的时候很多楼梯，尤其是你在下地铁的时候，你身上你走路会震动嘛。对、嗯。然后如果你包包又背后面、嗯、又没有上锁哦，那你的包包就会被打开了。哦，我亲眼看见三次。 那你有发发出声音来吗？当然有啊，對 <laughs> 然后那当然不是我啦，一个是我朋友，然后另外一次看到别人，嗯、然后呢，他是趁你在走两层楼梯的时候，嗯、然后就把你包包的内层打开了。 手脚这么快哦、喔！然后你的内层如果里面放的是钞票，那你就完蛋了，一定会被偷偷走。嗯嗯，所以其实是这样子，<後>他们他们都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欸。我常说欧洲一定有扒手训练学校，这种 <laughs> 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欸，速度之快，而且他们真的不会，他们也不会闪哦、喔。你就是如果你他手伸进去，然后你出生他就哦、喔、被你发现了哦、喔，就这样，他走了然後就也不会走，就跟着你下去，<laughs> 然后你就只好一直瞪着他这样子，对，还会跟你。你也沒辦法 怎么样啊？然后还会跟你做同一个车厢，<laughs>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这种报案基本上是不会不会受理的，不会受理的，因为他没有抓到现行犯。然后再来是他说没有啊，好像每个国家还有那个金额的上呃一个下限。然后通常呢，構成一个案子他们这一种就是只要到手了，就赶快会传到下一手去。嗯，不会留在身上，不会留在身上。嗯、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分工啦 不一定是中年人以上哦、喔，有很多是年轻人跟小孩哦、喔，嗯、很多。然后再来是，所以你那两只要训练一下。哎、欸，我钱都放他们身上，<laughs> 因为小孩不会被偷啊，小孩基本上不太会被偷。好，这是巴黎的例子，所以你只要盯好这两个小孩就好了，没错<錯>。<laughs> 好，这是巴黎的例子。然后，当然，同样的事件呢，在米兰、在马德里都米、啊、都遇到，因为他们的地铁真的是百年地铁，楼、嗯、梯很多，没有电梯，没呃、欸、有啦，要很。远。 要走很远，嗯，这是第一种例子，就是交通可能动线上、动线上面的。然后呢，第二个例子我要讲的是我差一点被得手的经验，嗯，在波兰，波兰是一个其实治安相对很好的地方，嗯、但是因为呢，我们就是黑头发、黄皮肤嘛。 完全不融入在路人、那個、對我们就观光客啊，一眼就出来感呃感觉出来你这个是肥羊。<laughs> <laughs> 然后呢，我再从华沙机场要到华沙市中心的公车上面，嗯、然后呢就有两个比较不像当地人的扒手。 嗯，然后他就大声的喊了意声，哦，你看那边的，他讲他讲的是英文呐、啊，然后他就意思就是说那边有一个很漂亮很大的东西，<laughs> 然后你真的会头偏过去，对你真的也会头跟着他的手一直一起过去，<laughs> 这时候。 后面就有一只手往我旁边包包伸进去，嗯、而是他的手还被我抓到在我的包包里面。哇塞！然后我就很用力给他扒了 key，然后赶快去跟司机讲，然后司机就把门全部锁起来。然后呢？没有，就全车一起看着他，然后他就若无其事的，然后就说我要下车、啊、什么之类，然后就下车。很没，很不要脸的这样子。我觉,我觉得他们这个是他们训练一环呢、欸。应该是啦，<laughs> 对我们可能都要去受一下这种训练。<laughs> 不要脸吗？<laughs> <laughs> <laughs> 但是差一点得逞，我必须说，还好我的那个包包上面都有锁扣，嗯，然后每一条都有线绑起来，所以他其实拉出来他也拉不出来，嗯嗯，对。但是你你要你要想哦，他的手可能都已经在你包包里，你还没感觉哦，对对。所以如果是新手的话，可能早就得逞，早就得逞了。<對>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嗯<好>的经验。<laughs> 然后曾经我也在意大利看过，是别人，嗯、然后呢是五颗孕妇。 真实的肚子挡在你前面，五颗<科>啊，五颗，<的>然后做什么？<laughs> <laughs> 来问路？<laughs> 那你心里想吗你就黑头发、黄眼睛，问你什么路啊？嗯，还有问你说，Can you speak English？ <laughs> no, <can> <laughs> 然后呢？你会很好心，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都是很友善的人，是啊，我们都会帮忙人。人家问都会稍微看一下、啊、你,你去国外千万不要啊，千千万万不要。这一招是他会用什么招？他后面就会有第六颗肚子在偷你的东西，或者把地图打开挡住你的视线、欸。这是他们很典型的一个用法，就是只要你看到任何一个纸，对。 或者是板子遮住你的视线，uh huh. 尤其是你的手机又放在桌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放桌上，那个你转头就不见了。对，就是很容易，就是直接消失。对，声东击西的方法太多用了，<多>而且我们真的太单纯，我们真的实在是单纯到、嗯、你会觉得他像他们常常找钞票也会哦、喔，嗯、少找你一张啊，嗯、或者是怎么不刷卡？ 欸、以前有的人不太喜欢刷卡，有的人在外面不敢刷卡、啊，出去刷卡就对了嘛。对，因为其实外国的币值你也不太会算，嗯、你也不太会认，嗯、所以呢，嗯、我也建议刷卡会比较好。日本可以了。哎、欸，<laughs> <laughs> 好，然后呢，<laughs> 像。 波兰这种就是声东击西法，然后他差一点得逞，但他最后也是走了。那你也没办法报警啊，而且你语言不通，嗯、他就是堵你语言不通，嗯，你也不能怎样。是。那我最怕就是你护照被偷走，钱丢了就算了。哦，护照很麻烦，而且要看你那个当地有没有台湾的那个办事处。这段有点剪掉了，为了我们中国的听众。哎 <laughs>、欸，说到这個，没关系啊，这位我们我们台湾的听众，这一段又是我们台湾独有的。<laughs> 每次都要一次，<laughs> 然后像在意大利也是这种手法，然后呢，嗯、再来我就要讲的是在巴塞隆纳的例子。巴塞隆纳怎么了？ 好，我自己觉得西班牙来了，哎、欸，西班牙来了。我自己觉得，我们先统整一下整个欧洲地区来，差不多了，手法都差不多、啊，手法都差不多。但是有相对比较多扒手的城市，有相对的，嗯，譬如说像西班牙，我觉得是越多观光客的地方，他的扒手其实肯定的啊。像巴黎为什么会多？就是、因为观光客多、啊，哪里肥羊多。 哪里就有扒手？<laughs> 然后像水草而居的一个概念，<laughs> 像巴塞隆纳、像米兰、像罗马、马德里啊、哦，马德里这种地方就是观光客多，嗯欸、又是大城市，<是>肥羊就会多，这是一定的。而且他要的是你的钱，嗯、说真的。其实你就算是西班牙，你在乡下，其实乡下是什么相对的是安全、安全的。对我，我我后来啊，就是很怕进大城市。嗯、我我我其实也是，对。虽然我,我跟你讲，我去过那么多次西班牙，嗯、我还真没有去过巴塞隆纳。 呃，我很怕去大城市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要全副武装，嗯，就是你要把自己准备的很好，然后你要担心那些扒手，嗯，然后你要是不是要带弟弟去？<laughs> 你对，你要逛得很警觉，嗯、我觉得你要逛街逛得很警觉。好啦，啊、我们来，我们来讲西班牙好了，我是在巴塞隆那遇到的，嗯。 最后一天，我要离开巴塞那是我心里还想说：哇，哦、我全身而退哦！<laughs> 我在最后一天，这时候这种侥幸的心态就是不得。真的，我最后一天我还特别挑，我要去机场巴士最近的地方，嗯、我走路五分钟就会到车站、饭店。对，然后呢，我走挑好了，挑好的，然后我走去的路上五分钟能出什么锤呢？啊，五分钟不会出锤，是你最后要上巴士那个时候啊！对他们都是盯好的啊。 怎么了？嗯、怎么了？我走到那你是去机场，对我要去机场，你所以那个机场的就是等于飞羊。 我觉得应该不是，是你会你会忘记旁边。嗯、我走到机场巴士的时候是在巴塞隆纳西班牙广场，嗯、这里有机场巴士可以搭。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不经意的，那真的是习惯，人真的不要在外面一直看手机。我拿起了我的手机看时间，嗯，顺便看了一下票价，嗯、我可不可以在网络上买到更便宜的票价？你又來了对。然后呢，看了以后，我的大衣那一天我穿大衣。 被泼了一坨白色的东西，在我大衣上，uh, 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大叫啊，uh. 然后呢，他丢了一小坨卫生纸，说我帮你擦。<laughs> 然后我心里想，这卫生纸也太小了吧，真的就只有一球卫生纸。另外一个男生，他们两个一定是一伙的，嗯，uh. 他就站在我的右边，然后要把我的包包拎走。 嗯，因因为你一定会下意识看到那一坨东西，你会想要脱外套，啊、嗯，然后你就他就想要把我包包拎走，然后示意他要帮我擦，嗯，结果还好，因为我有 SOP 演练，我就往旁边，<對>我再往左边跳跳了两步。只要有任何突发状况的时候，往往旁边先跳两步。对，而且你千万不可以把你身上任何一个东西离开你的身体。 交给别人都不可,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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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三次。<laughs> 然后因为我在我的包包上面都会习惯放湿纸巾，嗯，然后我就自己拿出湿纸巾说，说我有，我自己擦，而且我很凶，我有，我自己擦，嗯。 结果呢？我在擦一边擦一边瞪着这两个人的时候，嗯，他们两个瞬间不见。怎怎样就隐身斗篷是是没有啦，就是 <laughs> 反正就你在擦的时候，你一定会先看那一坨是什么东西嘛，嗯、然后你再转回去看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扒手另外一个训练的目的就是你在逃跑的时候呢，你要必须要在五秒钟隐身在人群当中。对，你的外套有两层。 <laughs> 然后你要戴帽子，<laughs> 然后你发型要变，<laughs> 就跟那个要、呃、看能亚森罗品 <laughs> 对对对对，有可能 <laughs> 就是他们其实会。 第一个他们会测试你好不好偷，嗯嗯嗯、然后第二个他们可能在消失的速度上面也要很快，嗯，然后再来是他们一定会有同伙，嗯，很少人很少人会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因为这种这种扒手的方法一定都是训练过的，而且是声东击西，对，嗯，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幸好那一坨东西不是什么硫酸呐、啊、或黏黏的东西，因为有的会被泼蜜糖、蜂、哦、糖那种东西，哦，那就很麻烦了，嗯，但是你一定要切记，当你遇到的时候，第一。 一个是身上的东西不可以交给别人，嗯，然后再说对第二个呢是你的身上所有的行李不要离开你的手，嗯，包括行李箱也是。是在欧洲很多大车站啊，你下来都是为了要找路嘛，哦、拜托你在车上先把路找好，你在外面先把路找好，然后下来的时候。你为什么现在已经开始讲对策了？没有啊，因为很生气呀、啊，<laughs> 就很多人都会这样。然后我甚至还有听过一个故事，<laughs> 那是我朋友真实发生的故事。嗯、他二十几岁第一次去。 法国，嗯，然后呢，好不容易上了火车，心里想说，哦，我终于可以放松了。哦，然后上火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女生，然后她上火车的时候，因为她行李太大，嗯、旁边就有一个 gentleman，嗯，帮她把行李拎上火车，嗯、然后就不见了。然后没有，她的行李还在，她的行李还被抬上去火车上面的格子，嗯、但是她身上的钱包。 不见了，这么快？对，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超厉害的哦、嗯<哼>啊！我觉得我们随身随身都可以在欧洲的时候，就是随身上面有一个摄影机，摄 <laughs> 影机没有用吧？是那个防盗警报器吧？哔哔哔哔哔那一种吧？防盗警报器你忘记了、嗯？啊，不能带哈，不能带，OK，不能在中国哈？怎么样？剪掉。<laughs> 不是、啊，不是，我上次有讲，就是防防防盗警报器在，如果你是经过中国转机的话，嗯、是不能带的哦，嗯、<哼>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好，好中国听众又听不到了。 中国听众听不到，中国听众听不到，台湾听众听得到，台不是墙外的听众全部都听得到。好啦，所以这是几个发生的例子。那我也常常在欧洲社团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爬，千奇百怪啊，还有人带什么四千英镑在身上，然后四千英镑全部被偷走。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刷卡的，不是重点是四千英镑很多，对。而且现在不是什么，当然什么幸运神是不是啊？幸运神啊，就走。 过来直接在你手上挂幸运绳，然后就收你十欧元。这个什么币？什么手,手,手不要伸出来，<laughs> 放口袋啊。嗯、可是你要划手机的时候呢？<laughs> 啊，手机不可以，呃，手机一定要有手机挂绳，嗯，啊、因为它很容易不见。对。 然后，特别是男生，如果你喜欢把钱包放后面、手机放后面的，很快就会不见，而且你自己都不知道。好啦，我讲我的西班牙故事。好啦，你的西班牙故事到底什么？我已经耳闻，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西班牙。你人生第一个欧洲是西班牙、哦？嗯、呃，旅行旅行算。嗯哼、uh，huh, 好，<對>再来。好，在西班牙的时候，我们去的城市呃马德里嘛，已经耳闻了嘛，所以已经知道有扒手这件事情，所以导游已经请大家把。 包包往前背，好，包包往前背是你的哦、喔，<laughs> 包包往后背是别人的哦、喔。<laughs> <laughs> 然后呢？问题是呢，我刚刚就是想到，因为我们刚讲到手机掉成这个东西，是的，我那时候呢，因为手机没电了。 嗯、所以我的手机插在我的背包的侧边的那个小袋子，千千万万不可以，嗯、<哼>因为很明显，然后因为还充着电嘛，所以有一条线在那边，所以它很明显在那边。然后呢，哦，就因为非常外露，所以马上就被盯住了。哦，而且是、啊、你人高马大又好看，嗯，然后谢谢你哦，<laughs> 好看这个部分我心领了。是，然后嘞，好在马德里，而且我跟你讲，还是下飞机的第一天。 第一个下下飞机通常会松懈，而且你累了，都是很累嘛。嗯、<哼>但问题是没有还好了，就是说他过来的手法是用一个外套啊，嗯哼，他就外套遮住我的视线，嗯、<哼>然后想要偷走。但问题是我，我手基本上是在那个附近，因为我肚子大嘛，<laughs> 要扶着，所以基本上是有抓到他手，然后把他拍过去。嗯、<哼>但是问题是那时候我我没有意会到他其实是要偷我东西，我只是一个反射性的动作，嗯、<哼>然后就是把他的手拍开。 OK，然后我跟你讲、這個，你巴 <laughs> 就巴瑞克，而且我跟你讲，超厉害的，真的没有三秒钟人就消失不见了。没错，他们这种隐身的招数，<laughs> 不是因为第一个你应该没有去上哈利波特哦，<laughs> 对，应该是说你不会马上记住他的脸嘛，因为你吓<對>到了嘛。<對>第二个是他们会不疾不徐的。 假装没事，假装没事的走入人群当中，因为你记不得，<對>所以因为外国人都长一样了、啊，对，所以你其实你只要 <laughs> 他他呃，所以帕特他只要。 混在人群之中，然后不要做任何突出的动作，比如说逃跑、脚步加快，什么东西就不见了，就就会隐身了。然后或者是他可能进去就戴个帽子啊。哎，这个茶真的很润喉。哎，真的是哦。奶茶要团购哦。好，所以呢，这个是呃，然后结果这个人就消失了。是男的还是女的？两个。 男的女的，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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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此之后呢，就你看我手机一定是掉绳的。对啦，所以其实呢，这是几个例子，我们也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你的态度，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基本上，我们刚刚分享的几个点，基本上是那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嘛。 嗯、越越多的地方，你就要越小心。乡下的地方基本上还好，嗯，嗯但是就是观光很多地方，比如说西班牙那个水道桥啊，哦、呃，对，那个西那那个广场就很多、啊，而且他们可能会来卖什么卖什么卖什么假装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臭脸，脸<無>要很臭，无敌臭脸，然后戴墨镜啊，我也要讲戴墨镜这件事情，<laughs> 对，戴墨镜真的很有用很有用，然后就就就,就不笑，嗯、对。 然后要不要带一个那个那个无线耳机在旁边？没有，基本上就是你脸要很臭，臭到极点，不要随便就是跟人家说话这样子，嗯、对，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他问你什么，你通通不一句话都不要答。 呃，应该是这样。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继续臭脸 <laughs>、呃，臭脸之外，嗯、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嗯，就是只要有人要靠近你啊，你都要闪开。可是我跟你讲，我们是我是坐在那个水道桥那个广场的咖啡座那边，嗯哼，就有人会自动搭上来。哦，不要理他。 出这种状况下，我们就说不要理他，就连讲都不要讲，连看都不要看他。要继续喝咖啡。对呀、啊，嗯，对这种通常你就可以避开一些，嗯嗯、这是态度上面，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跟人接触，嗯、就是他可能会来问你啊，哎、欸，你从哪里来啊？然后或者他会讲两句中文哦、喔，你会好奇哦、喔，啊、我会讲中文，你哪里来？这時候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社交安全距离。然后有任何人靠近你啊，<laughs> 我我的习惯就是。 摇手就是把把他推开，我连摇手都不会，我连眼神交汇都不会。我现在的练就的状况我我我讲一个例子，我曾经啊在瑞典，然后是瑞典哦，是北欧哦，斯、嗯、德哥尔摩，然后呢，因为我带我朋友去，他们在某个教堂的外面，然后就被盯上了，嗯，然后签名党叫你签名，然后签名，他们就是说啊，这是什么联合国救援组织啊，签名啊,啊什么的，啊、那一个名要五十欧哦，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你签的名，他就会追着你要钱呐、啊。不要随便乱签名，名字很重要，不要随便乱签。然后呢，很多人都会签，因为你想说签一下你就可以走了，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那个名签下我。 那个笔啊，一放到我朋友手上，我说不要签，然后我就很大声的在远远的地方跟他说 no，然后那个签名党的人怎么了？很生气的，生气候你管我是不是？他要骂我什么<你> no 什么 no 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弄什么你碰我的爱心笔 <laughs> 之类的。然后呢，我就说赶快走他兩，他们两个他们是他们是那个骗人的这样子。嗯、然后呢，他就说。 那他他骂了一句话，他就是说他他讲的是就是你这个 China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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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这样子，就他要剪掉，你把他们了你，<laughs> 你把那一站剪掉嘛？嗯、对，反正他就彪骂了一段，然后就很生气，我坏了他的好事，嗯，对。但是因为他们呃，我这些朋友是第一次去欧洲，嗯、人也很好，然后就觉得啊，签个名嘛，没有关系呀、啊。然后他们会说签名签名签名免费签名，然后结果都是要钱的。 基本上在这种状况下，<多>只要有任何人想要靠近你，近你,你都要拒绝，你都,你都要拒绝，一定要拒绝哦。对，不管是因为你自己出门在外，你把自己安全过好是最重要的。嗯哼，你如果在那边生活了十年之后再来帮助别人吧。<laughs> 我觉得要帮助自己人呐、啊，帮助譬如说帮助跟你一样同是就是华人,人,人的人，或者是台湾人的这种我会帮。譬如说像在巴黎的时候，嗯、我刚刚讲的那个扒手，扒了就是我朋友的包包那个扒手，他后来在下一个地铁站一样。 盯上了一对台湾的、嗯、同样一组人，同样一组人，因为我我我盯着他们啊，嗯、然后刚好也跟我同一个车站下车，然后下车了之后，他盯上了一组台湾母女，嗯、正在搬行李，哦、然后正在上楼梯，对，然后盯上了之后啊，他就往前去要帮他, <對 S 1>、啊、他,他搬行李，我在后面大叫说他们两个是扒手，离开，因为我有听到这两个，<laughs> 我有听到这两个就是讲讲 <對話 S 1> 中文的人，然后那是台湾口音，台湾口音很好认，真的，然后我就说他们后面两个是扒手，不要让他们碰。 你啊，然后他们就闪开了。<laughs>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帮助自己人，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如果外面有人问你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你就说不会啊，你就反正你就摇头，no, no, no. 然后就离开就好了。没有 <No, no. S 1> <也>，不要讲话也也可以，对，就不讲话就好，就臭脸。嗯哼，没有，其实应该就是说，吼，这种在出门在外真的是要保护自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状况。因为我刚刚讲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 探员的那种感觉，<laughs> 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人会接近你，所以你要把你的雷达全部打开。打開对，常常而且要打很开哟、喔。对，我常常讲无感嘛，无、嗯、<哼>感打开。除了应用在饭店服务上面呢，<laughs> 也可以。为什么要笑我？<笑><笑>你就没有无感开嘛？<laughs> <的><你>那我就在看我的手机没？真的，你的无感开就是说呢，第一个这种人呢，你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行为举止其实是跟一般观光会是不一样的，怪怪的嗯、你就要稍微注意的。嗯嗯、那也有一些人，他其实连外表都不太一样，你也要特别注意。嗯嗯、当你这些人接近在你的环呃范围，或者是你有那个眼光接触，因为他没有高招到，他不会看你。 嗯、他也愿意看你嘛，因为他找下手的目标嘛，对，都东张西望嘛，所以才其实，当你他在做这种举动的时候，你自己要有那个散开的那种雷达要打开。我觉得就是不要跟人太接近嗯。嗯，然后你所有随身物品，包含你的行李，请你务必都要派人去盯着。看着，對,对，所以最好不要一个人旅行。我在讲你了，哎、欸，还盯着我，<laughs> 眼睛这么大，<laughs> 不是不啊？你不觉得很危险吗？ 除非你行李就很、呃、要轻量化，就轻量啊！我就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我尽量就是。所以你要扛麦克风出去？不要。<laughs> <laughs> 好，这个是准备，就是第一个，你要呃尽量不要跟人太多接触。嗯。所以现在就是那个嘛，社交距离大家要保持好吗？嗯嗯、然后再来是你的准备，就是不要不要这么善意的主动去帮助别人。在旅行的时候了，对，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嗯、当然，那些外国朋友来我们台湾的时候，我们会很很。 热情的欢迎他们。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嗯、呃，刚刚杰西有讲，你无感要全开，特别是你去餐厅啊、吃饭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你不要像在台湾一样要把手机丢在座位上就离开了。<laughs> 欸、這我觉得是大家常常会犯，哎、呃欸，真的，的台湾的星巴克真的是到处都手机，到处都电脑，然后人不见了，<laughs> 到底去哪里了啦？都 <laughs>、呃、不知道，回去去旁边买那一个那个那个那个铜锣烧。<laughs> 然后真的、欸、也不会不见，嗯、这才厉害啊,不不啊！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你手机为什么不要不要放在桌上？原因是因为手机其实他们除了钱包，另外一个。 第二个重要的目目目对，因为那个很好变卖目的物啦，对，很好所以它直接可以直接爬走之后，嗯，当然你可以追踪它，但问题是现在呃变卖速度也很快了，嗯，它<就>非常快哦，会变成零组件把它卖掉啊。就所以你第一个手机要有挂绳，然后不要摆在桌上，嗯、然后再来你在路上不要划手机，这是务必务必一定要记得的事情。嗯，就是很多的东西，其你在。 出饭店，饭店或者是进地铁之前，就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插好。嗯嗯、然后你要离开店家的时候，都把它处理好。为什么？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观光客，或者是你不熟，你,就是、你不熟这个地方，你就是观光客然後。所以其实另外一个就是你穿着上面，<laughs> 其实也不要穿的太奇花。对我也觉得尽量就是浮夸啦，浮夸<誇>。<laughs> 对，尽量就是简单。 轻便运动鞋这样就好了。嗯，你不要穿着就是名牌啊，然后想说去欧洲要穿个名牌啊，好的牌子。然后在咖啡在广场那边喝咖啡嘛？我觉得可以，<laughs> 但是你不要把它穿去逛街，因为你会被盯上、嗯。不是啊，你走去广场的时候也會，你知道被盯上，在巴黎啊，香榭大道上面啊，嗯，最容易被扒手盯上的是哪一间店吗？ LV 啊，是的，没错。<laughs> 然后一走出来啊，就会有人盯住你的，包括你的包包啊什么的，就会有人盯上了。哦，对啊，那这种就是我会觉得你要买可以，但是你自己要想好，你走出来之后你怎么离开。 安全的离开了、哦。对，然后你不要想说拎着你的 LV 去坐地铁，拜托不要，<laughs> 有点有点违和这样子。<laughs> 真的，所以其实应该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跟扒手一样。 混 <laughs> 在人群当中不被扒手出发现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就是你有你要有一些装备的准备。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心态态度的准备，然后再来是你可能你要我我常讲我讲的比较白话，就是你要丢掉台湾的生活脑袋去欧洲，嗯、你会比较。 不会觉得说哦，怎么那么紧张啊？然后怎么怎么要注意的事情这么多这么多、欸？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当地人老老神在在的？他们不会爬当地人啊。然后甚至于在地铁上，<laughs> 那个巴黎在地的优雅女士们都会直接跟你说：“你要被爬咯对，那是扒手哦，你的包包要关起来哦。<laughs> 对啊，真的，我就有遇过啊。就是哎、欸，旁边那个门边的那个是扒手哦。嗯，他他还用英文跟我讲哦。OK，就是就是，就是、其实他们当地人都知道啊。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因为我们觉得外第一个，我们觉得外国人都长一样，五 <laughs> 感没开。<laughs> 然后再来是，我们可能不习惯这种事情。因为在台湾，你在捷运上谁会看哪里有扒手、嗯？没有啊，就看没啊而已。<laughs> 然后你看捷运上面，台湾的捷运上面，下班时间大家几乎都是身体贴身体。嗯，嗯你有被偷过吗？嗯、没有啊。对啊，谁要偷我？不有，你不要偷人家就好了，这样。嗯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装备上的准备。哦，装备很多可以讲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杰西科普系列。不是第一个装备，就是你不要让他打开你的包包。怎样不要让他打开？最简单、最省钱的话，就是那个回纹针。不，回纹针，回纹针很简单，扯就开了。<laughs> 那个最最便宜、最,便宜嗯、最省钱的呢，嗯、叫做束线带。哦，你说两两边拉了以后，绳、就是、子会拉起来。对，但是你要准备剪刀。对，你要准备剪刀。 因为他手扯不破嘛。哦，你说绑电线的那一种、喔？对啊。哦，那个要开怎么开啦？要、啊、用剪刀啊。好烦哦、喔！然后我要拿钱包，我要拿一把剪刀把它打开、喔。不是，因为我会把东西分门别类放不同的袋子里面啊，所以那些那个袋子是不到下一个目的地是不会那个袋口不会开的哦。对，我就锁起来了。 了解，对，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在旅旅行用的包包呢，它底层是有一个秘密,秘密哦，秘密袋的，对，秘密，所以钱包其实是会放在那边。对，那我只是放在上面，只要跟他看說，说我连那个塑线带的袋口都藏出来的那个地方，通通不会剪掉哦。<laughs> 就说你不要来碰我的意思。OK，<laughs> 对，而且我其实你不好偷，他就不会偷了，嗯嗯应该是这样。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第一步骤最。 最 low end，的直接走。<laughs> <laughs> 那你当然也可以买那种呃，S core 嘛，S, S core 就 S b i n n e r S PIN 的这个是在登山用品店，对对对对对、嗯、登山用品店常用的这种 A 四型的扣环，我跟你说，把两边扣住，它真的很难开，难开超级难开、啊，我常常开到指甲断掉。对，就叫你你们家两个小孩开吧。<laughs> 对，因为你其实你自己如果很难开，扒手就不会来开了，这是你要想的嘛，因为你自己都很难开，他干嘛要开？嗯，嗯所以第一个是你要，刚刚杰西讲，你一定要有扣，或者是要有线，或者是要绑什么，嗯。 不管了、啊，反正就是把你的拉链全部都扣起来就对了。嗯，因为它基本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想办法扯你的拉链嘛。 对，或者是绑带呀、拉链啊、扣环啊这种。因为我不可能叫每个人都去买那种什么防盗背包嘛、啊，因为它防盗背包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把那个它的拉链口给藏住嘛。拉链口藏住，然后再来是<對>呃，它的拉链会扣在旁边的锁扣上面。这、嗯、意思是一样的。啊。对，<我>除非你有长时间准备要去欧洲旅行或不断的、嗯，不用了，不用了，大家都喜欢的包包，我们用这种土炮的方式就好。就刚开始会这样嘛，但我后来一劳永逸，就是直接直接买防盗包。 但它其实它是有相对一定的价格，那因为我知道我以后会一直去，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资对我来讲是划算的。嗯、但如果你可能两年、三年才去一次欧洲，其实不用。因为防盗包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它如果是用美工刀片，它割不断。对对对，里面是有钢线。另外一种常见的方法，它是它连扯都不扯你，它直接把你包化开。 嗯，对对，这是另外一种常见的一种说法。但基本上啊，如果讲我们讲回防盗包啦，如果大家就是这些扒手看到你背这个防盗包，不管哪个牌子，他基本上也不会来动手了，因为太难开了。说真的，嗯，好，他就是要找容易下手的嘛，肥羊嘛，所以其实刚刚讲的是外表嘛。对，再来是你可能看起来漫不经心啊，然后很容易就上手的那一种，他也会喜欢找这一种。基本上我会习惯性的跟每个人都对到眼，然后瞪他。 其实凶一点就好。对，这这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要瞪他吗？就知道我有在看你哦。好，这边五百个人，我就每个人看过不是我，我我还有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是一团人出去的话，我会习惯性肩头保护他们，就对。然后因为去，因为我算是后期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嗯嗯，所以我都压在最后面。我也是习惯压在。然后就盯着他们盯不是盯着他们盯着附近的所有人，嗯，然后戴着墨镜，就是说这一团是我照的哦。 还好你人高马大，然后就又臭。<laughs> <laughs> 另外一个我要特别讲的就是，其实是你要特别小心，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把你的皮包拿出来。嗯，因为我我要讲我妈妈，我要讲我妈妈，我妈妈去买东西去 <laughs> 菜市场那种一叠钱，她<對><對>就是真的从后面然后拿出一叠很多的钱拿出来算钱，大钞都不要拿出来晾在我表姐，我表姐就是这种人。 对大钞不要拿出来量，我我我会说，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拿出等一下你可能会需要用到的一点点钱，嗯、放在你的小钱包里面就好了。嗯，那顶多你就是拿出那个小钱包里面有二十欧元，然后五十欧元这样去付款就好。哎、刷卡最快了。对，然后再来是你的卡一定要粘在你的身上。卡片吗？对，今天卡片还好吧？ 我还是会尽量，就是卡片跟护照钱，我都会尽量粘在身上。但是这也出现过一个笑话，什么？这也很好，粘在身上，真的粘，不是跟莫德娜一样吗？万磁王这样。有一次我去英国的时候，然后呢，他去那个 Sky Tower 里面是要检查护照的，是我不知道。嗯。然后，但是护照粘在我的防抢腰包上面，你要当场翻出你的肚子，那还好啊，翻出你，哎，我是女生哎，然后你就当场翻肚子给他。 看这样子，对，因为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会习惯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呃不常用的金额啦，嗯哼，放分开放在这个房墙腰包，那腰包是就是直接贴在。 衣服里面，对肚子那个位置，因为你其实肚子那周围是敏感的，如果有人去碰到，你自己会你会知道。对，然后因为呢，我肚肚子太会流汗，所以呢，我后期都会加一个拉假链带。我我再讲一个笑话，你这个也有另外一个笑话，就是我有个护照会撕掉啊。好，你讲的是护照撕掉，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去欧洲，他真的很怕扒手，他把他的钱放在鞋底下。 OK 啊，子底下我有听说过啊，但是湿掉了，掉破掉了，破掉，<laughs> 破,掉它破掉，他的大钞两百欧破掉，哦，好，对，因为他脚底太会流汗了，对，脚底我会避免，<laughs> 而且会臭臭的，但肚子可以的、啊，对，肚子啊，我我通常也会放在肚子上面，就是防抢腰包这种钱不要省，嗯，它是粘在你身上绑在你身上的这一种，哎、欸，真的，我跟你讲，这种有分等级的。 对，而且还有就是 RFID 之类的这一种，RFID、啊、还好，可是然后还果要省钱的话，找那种慢跑用的。OK，我知道，<对>你说弹性的那一种，弹性的其实就可以了，嗯、<哼>因为弹性的那一种，就是因为它设计是让这些跑者长时间的佩戴嘛。嗯 对，他现在还有什么腰带啊，嗯、里面可以藏钱的？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它其实，在设计上面来讲，它的材质不会差到哪边去。对，但是你务必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要拿出来吗？对，<laughs> 你要记得你哪里放了钱，因为很多人会最后找不到那些钱，然后或者是回台湾以后根本忘了这笔钱，就丢到洗衣机里面去了。啊、对，会忘记，<laughs>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自己的钱放在哪里。嗯，然后再来是最后，我会建议不要带太多的现钞，因为。 真的，欧洲现在让使用电子货币的比例蛮高的他们也怕就是收到假钞啦，嗯，<laughs> 所以不用带太多，你只能准备一些零钱，然后上厕所啊，买一些零碎的东西，買咖啡啊、对，买零碎的东西用就好了。啊、但是其实比较先进的国家或城市，嗯、基本上刷卡可以解决。 几乎大部分就刷卡就好了，我也喜欢刷卡就好。对，不然现金真的会怕，要么是找错嘛，要么找错，然后丢掉被爬常常有的事情。甚至于就是我后来有就是带团嘛，然后这些团里面还跟我忽然间上了巴士，跟我说奶茶我的两百欧不见了，然后我说你放在哪里？我说我放在我的包包的最前面。啊的。 然后结果找到最后是在他大衣口袋里，什麼找了非常久，就是你这根本忘了你自己把钱藏在哪里了。我觉得不用藏太多地方，我也觉得，然后尽量就是刷卡就好了。就是我藏钱的几个呃方式，就是你快点说，我把它记录下来，下次我跟你出去就直接拿走就好樣。不是 <laughs> 第一个，啊、嗯，他就是不要在常常开开关关的那个夹层里面。 对，这第一个，嗯、<哼>第二个是它一定是在主夹层里面的次要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夹层。嗯、<哼>第三个那个那个，你如果是一个呃拉链袋或者是一个算是拉链袋了，它拉链袋可以扣扣在拉链上面。 你在讲什么互相扣在一起。<laughs> 对啦，反正就是很难开，就对了、嗯。就是让创造任何难开的这种。对，然后我要特别想的是，<laughs> 你也不要因为怕遇到扒手，嗯、就把这些钱财或护照放在行李箱里面。哦，那因为行李箱也会被扒，也会丢。<laughs> 會<丟>对，就是你行李箱随时都要有人看着，不要落单。嗯嗯、因为你一落单，你行李箱可能就整个掰。 对，然后再来是像我自己习惯背一个后背包，我还会有一个小背包、嗯、小包包在旁边。嗯、通常后背包不会放贵重的东西。对，我是放贵，会有放一点钱，分散在那。会分散啊，但是我不会放所有贵重的东西在我的后包包里面，因为因为它是最容易开的、啊。对，而且你最不容易警觉到。所以，所以我我用拉链那个束线袋啊。<laughs> 因为那些东西 <laughs> 好难看，你还要带剪刀出门。<laughs> 不是對因为那时候根本长时间就是可能一个半天都不会开那个袋子啊。<laughs> 对，然后再来是很多人会有自己自制的什么，就是假钱包啊，然后把钱塞在肥皂盒里面啊，或者什么把钱放在药袋里面啊，<laughs> 都可以。你只要觉得那对你来讲是安全，然后也不会被偷就好。但你自己要记得。我觉得那个放置的位置。 必须是一个不常开开关关的地方，不容易开。然后或者是说，像现在有很多包包，你背在背上的时候是有暗袋的，嗯、是从你后面你的背上的那边才可以开的。嗯，这一种其实也可以。那你自己就要挑选一下，你去的时候使用的包包是不容易被打开，或者是不容易被剪断、撬开之类的。这样子吓到大家，那个吓了四十分钟。哈哈哈，这不、啊、<laughs> 這,这不是吓，这个叫提醒。 因为太多人在欧洲，嗯、尤其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觉得美景太好啊，<對>美食太好吃啊，然后就大意了，喝杯小酒啊，嗯<哼>，然后喝个咖啡，在广广场上面看美景。对，然后你你买了一欧元的咖啡，结果你丢了一百欧，呃、那那就真的会得不偿失。然后我也曾经遇过假警察，在捷克的时候啊，<蛤>对啊，假警察，然后他就过来，他就过来验你的证件，叫你要把证件拿出来，他说我是警察，请你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千万不要拿出来！你怎么知道他是讲警察？因为很奇怪啊，但但是我后来真的是因为整个地铁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然后他手上拿着刀，嗯、就是警棍的那种刀，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不给他，你也跑不掉了。是，是我后来钱先给他了，然后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手法，就是这种手法被勒索勒索。所以如果有人叫你把证件拿出来，你觉得不太对劲，而且周边有人，请你。 就是直接离开，然后或者是说你他如果要你证件，你就说我们去警察局，我再给你，不要直接把证件给人、嗯。所以你刚刚碰到那种状况，可是他已经亮刀子了，他已经亮刀子了，而且前后都没有人，奇怪那个时间我们一出地铁站完全没有人，那你也找不到人帮忙，<laughs> 这种就是安全最重要，钱给他。哎、欸，所以真的你在找住宿或者是出没的地方跟时间很重要，你不熟的时候尽量要么就是一群人，对你你那个两个人太少了。 我我,、欸、我人生就是有这种挑战。我就我就是我就不相信，别人一次十个人他敢这样干嘛？<laughs> 他就是不敢啊！他其实一定是看你很好上手，啊、然后落单了嘛？落单，然后或者是说你看起来就呆呆的很好唬，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动作啊什么就显示出来你身上有一些很好偷的东西，<laughs> 这种才会。然后最容易就是你在街上划手机，看起来你是迷路了嘛？嗯。然后或者是说呢，你正在掏钱啊，看起来很有钱。奇怪了，那个外国都是不会有那种。 低头族吗？不多，因为他第一个他们网络很贵，嗯，然后再来是他们的扒手真的很多，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会特别小心这种事情。嗯、那台湾就是低头族很多，是好吧？走路走路都会撞到的那一种，好不好？嗯，所以就是走路的时候不要看手机，我觉得这务必一定要小心。嗯,啊、嗯哼，所以呢这一集就是特别跟大家聊到欧洲，其实大家很担心的治安问题，但你不需要为了因为欧洲很。 多扒手，然后你就不去欧洲。手法很多，但是核心概念都是一样，就是你去哪里都要很小心、啊。就是他看你落单，看看看起来你是肥羊，他就会宰你。嗯、而且不是落单而已、哦，旅行团他也偷哦。怎么偷？旅行团就,就是如果你刚好放你的客人下车，那就落单啦、啊啊。没有，你刚好放你的客人下车，你的车门还没关起来，嗯，他就上去啦。 哇塞，超多的，连领队都会被偷了，你觉得嘞？那那怎么防啊？<laughs> 那怎么防？就是小心再小心，所有的钱财贵重物品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那司机司机没有发现？啊、司机是同伙的，靠背哦，<laughs> 很多超多的，那怎么办啊？所以慎选旅行团，好不好？<laughs> 你遇到的吗？ 我呃，我隔壁那一团遇到的，讲 <laughs>、嗯、清楚一点嘛、呃。我隔壁那一团的，不是、啊、我想说你的团碰我的团怎么可能呢？呃、我这么小心的人，<laughs>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出门都平平安安喽。那节目的尾声呢？你可以把你碰到的经验跟我们分享。最近很多人在跟我们留言互动，嗯，感谢大家、嗯。我非常喜欢大家那个说杰西很好笑的部分。<laughs> <laughs> 你要帮大家创造一个新的梗，不能永远都说杰西很好笑。 杰西科普很专业，OK，、呃、是这样子吗？<laughs> 呃、最近的新评论是杰杰西是个很棒的白金秘书，好不好？<沒用 S 1> 旅行白金秘书不是我这边的评论是杰西的韩国证件照很帅。<laughs> <laughs> <laughs> 但<迎>是我跟你讲，跟你讲，很好笑的是，<laughs> 他们没有注意到下面的小字，我说这是医美等级的证件照，okay, 这是韩国拍的。我是，那你下次要放原始档案，<laughs> <laughs> 没有修片的。<laughs> <laughs> 好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回去看我们前几集的那个呃那个谁最带色 <laughs> <laughs> 好啦，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啊 <laughs>，记得要在 Popcast 做五星留言、好评、订阅，然后呢，也可以到茶店。 跟杰西大叔的 IG、脸书做互动哦！我们下次见，拜拜！跟大家说拜拜喽！